好，今天是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投票日啦。那现在已经是下午2:15了，现在我才去投票，因为早上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还是很多人还在塞着车。现在我要下去投票啦。看到头上我手上那非常重要的一票啦。现在是2:30，我要从马六甲回到吉隆坡。今天晚上呢就有开票的直播，非常的紧张，今天加油啦。现在已经到 KL 了，5点多而已，完全没有塞车。有啦，稍微交通比较缓慢一点，但是还不至于塞车。然后我买了一杯 Starbucks， 因为今天选民就有比较多一点的优惠。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不会想要打瞌睡，因为真的要到2点呢，我有办法撑到2点吗？ Not sure。 现在是7:30，我要去公司准备开票的结果啦。下大雨 ！Oh my god！ 我还没有到公司。喂，我化妆那么美，有没有搞错啊 ？Hello， 头发很好笑，哈哈。你们看好下不下？这个时间下，哎呦！开票之夜，紧张，痛了。OK， ready 啊？啾啾啾！什么都要准备一点。嗯，两个头发先。哎，这个 engineer 谁啊？ engineer 有 mask 啊？去问他。嘉威很奇怪嘛？不，好看就好，等下做头。今天这个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等下我们放工要去吃妈妈，所以希望可以开心的吃妈妈。我发现到我真的是大人手一杯 Starbucks， 可能他觉得今晚很值得。因为今天 Starbucks 便宜哦，可是我家买的嘞。哎呦，蠢啊！真的很蠢的，能做这种蠢事情。看一下我们的今天晚上有什么吃的。哦，走开啦你，敢要顶着我？还有披萨。还有 KFC， 可是我们都吃不下，吃不下太紧张，他这食物的话，明明知道我很紧张，然后没有吃东西，你在那边跟我吃，这样打个鸡团，很好吃哎，真的，不用直播讲话就是爽。现在是8:46，看一看我们 newsroom 的情况。这位还在吃呢，那个呢？大家都还不是紧张的状态，还 OK， 还 OK。也降到了110，聚在了 PJ， 也就是八达岭在野的一间酒店，共同的等待非法的机会啦，否则呢就将遭到对付的。那警方目前呢已经派出。你好，是的。你好，是的。老爸。可爱欧丽达。不过呢，随着吉打巴东色海还有12月的巴南国席选举展延嘛，所以呢今。神经的女人，吃鸡还不可以啊？现在吃鸡，当时你才有时间吃鸡。对，有决定吗？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12:57，要一点了，很多的选票都还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不懂要等到几点，可能就是明天早上。我们本来约好要去吃宵夜的，可能等下就是吃早餐，对吧？我们准备去吃早餐了。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过 OK 了。我们要差不多几时才可以开挖？我已经要虚脱了，没准备。大家已经是2:14了 ，still on air。Okay, are you tired? I'm okay. Tadi tak cakap macam tu punya. But expected already. Oh, expected already lah. Okay. 所以现在 ready 做两点的直播。给大家看周围的人，都还在忙。Alright, okay, in 10, 9, 8, 7, 6, 5. Hello, 我是中美，继续为你带来最新的成绩。公正党呢成功收复了叛徒选区。Hi, are you still okay? Okay. 不够难度，不够难度，帮我准备时间。但就完成。现在是已经要准备睡觉的状态了。哎呀 ，Junior， 哥哥你，我从刚刚很紧张到现在已经要睡觉。是的，哎呦，刚刚我们从很紧张的状态，现在已经是随便啦，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做到给他一个，做给他，做不到给他算了。已经要睡觉了。Michelle， are you okay？ No， it's 3 a.m. 我要死了！还有没有人呢？看一看我们公司现在还有没有人？有人才奇怪好吗？现在是2:30呢，有人呢我们就真的好笑，你知道吗？我有人的话，我要拍个拍这个手机。喂，你不要丢我一个人，不要丢我一个人！小声一点。Hello。现在是凌晨3:00，来看一看我们目前最新的情况。全部人差不多已经神志不清了。好，现在是3:25，我们已经直播结束了，但是总成绩谁将会执政政府呢都没有一个答案，所以今天的 vlog 就暂时结束，也不知道我们未来国家会是怎样，有什么感想。老实讲，我觉得这东西期望太大，现在我有点难过，还有点难过。我也难过。好吧，我没有难过，我只有累，我现在没有办法思考，我要回家睡觉啊。你不吃早餐呢？要吃早餐，吃早餐，吃早餐。早餐不是 supper， 早餐、早餐了。现在是5:00，看我们全部新闻组的要准备拍纪念照，最后的大合照，最后的大合照。那我们 we did it。P R U 5 a.m. Everything I was working.I'm working from 6 a.m. Me too. Until now, 5 a.m. 5 a.m. now. Yeah. Almost 24 hours. Bye bye. Bye bye.